啊，这个郭台铭挂问题到王金平，伫八月二三当台了后，革命的态势明显。也毋过上新的民调，郭台铭挂问题合作的支持度，为上观点35%，6.9%，即卖剩25.6%。这嘛，予外界好奇，敢讲因两人的合作已经无受选民的欢迎了。啊，顶多是这个蔡英文较稳定，以33%的支持度，赢韩国瑜将近5%。台北市长郭文德要自行参选2020总统，也是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伙参选，到即卖也是无答案。不过民调显示，因两个人联名的声势不断的下降，最高峰是8.23%，3+2了后，8月26日支持度也阁有35%，但是两礼拜后落得要10%，剩25.6%。当时阵蔡总统伊是稳步成长，得到33%的支持，领先韩国瑜2.8%，敢讲伊两个联名已经不是票房的保证。你没有宣布要选，哎，不过如果从另外角度来讲，从头到尾没有宣布要选，还有20几%，这也蛮厉害的。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好好来讨论一下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该要怎么样回应社会的期待。那是郭台铭之间，敢要合作的空间？郭台铭甲郭文德定赢，都无甲话讲死。那我们没有办法替人家回答，你应该去问他。三个人的，不管是他们三个大人之间，或者是幕僚之间，我们的沟通管道都是非常顺畅的。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三个人革命的最佳时间点已经过了。好像姚贵给谁一种，可能是目前大家有点反感啊。那目前也感觉有一点点错失了宣布结盟的一个时机。郭台铭、郭文德、王金平三人敢会组队出击中秋起义？无定答案，真紧就会知影。